想要的金子就在那儿。百命三归，勾引圣灵指引我，去，安静。机关前路一片黑暗，给我闭嘴！他们闻到味儿了，快跑！千万别停，我看你是疯了吧，他很明显活不成了，他不能死。艾奎尔的再生永恒之光保佑，生灵嘿，看着我，我们想要的金子就在那儿。我来只是为了，只是他们来了，我知道，快过来帮忙，去吧，解开那个封印，我们得穿过这扇门。圣光助我，百命三归，百三起手，门开，血色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血就是钥匙，血就是钥匙，什么？还需要两个人，快，快去，我来挡住他们，快去啊！这上面说需要自愿献上鲜血，你是在玩我吧？啊！门开了，我们得去救他。他已经没救了。真遗憾他没能活下来。哦，没事，高兴点，三个人分总比四个人强。肯定就藏在这附近，给我念念。百命三归，百三七手门开，白月这只血色恭迎，恭迎创世者啊，恭迎之女。我不金子到底在哪儿？上面写的什么？这是禁忌咒语，这是个召唤仪式，我绝对不能。别跟我废话，我们来这儿是为了发财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是座神庙，或是古墓。是神门。
而鲜血就是钥匙。管他在上，永恒之光保佑，圣灵指引我，无论前路有多么黑暗，愿我的灵魂寻得曙光。从冥渊中，我们寻求拯救，拜命三归，拜三起手门开，拜愿者之血寺，唯请圣归。快点再上，永恒之光保佑，舍灵指引我，无论前路。睁开眼睛。永恒之光保佑，永恒之光保佑，永恒之光保佑，永恒之光保佑。这里没有圣光，你进入黑暗是为了知识。你毕生寻求的知识就在这儿，屈服吧，念出咒语，迎他回家。拜命三归，拜三起手门开，拜愿者之血寺，唯请圣归。造者，勾引圣母，救救我们！会让你真正理解什么是极致的痛苦。
破坏才能那么做。
苦之地本来是逃离永恒之战的地方，可我们终究没能逃过。我给了你们自由的意志，却没肆意挥霍，把它浪费在你们根本不理解的争斗之中。你选择熬着，放弃自由，真是白费了我的。